它里面有东西在打气，是不是？一直在打气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气排掉。哦。排掉之后，就像热气球把它收起来。他们搞不好没看过热气球收球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弟弟，压月球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很兴奋？好玩吗？就去看而已。这个跟热气球原理一样，把气压出来。你们第一次压这个球吗？好不好玩？应该这辈子很难得有机会压月亮吧？有没有觉得很好玩？还 OK 啦。弟弟，有没有觉得很好玩？弟弟，你刚刚不是被月球吓到吗？桃园来的游客，不好意思啊，就临时吼叫你们亲们来帮忙收月球，应该没有这种经验过了啊、哦。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活动吗？不知道。好的。月球感觉是怎么样？你发现它的时候是怎么样？就想说来看一号车子的时候就我们去。有月亮有月亮，而且月亮还在晃动。